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子，他曾经是一名摔跤运动员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。品茶会摔跤，哪个女人跟我肯定错不了，错不了。这小伙这肌肉啊，他就往这一站呢，就都不用是用他展示什么武功，就你这块儿都可吓人了，真的。你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刚才这个，你看。来，先看一下十六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。掌声，十六个姑娘，对我们这样一位摔跤运动员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，请选择。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面一盏灯。我叫刘中华，生在一个体育世家，我爸是练中长跑的，我妈是当年宽城区短跑第三名。我14岁的时候被长春市体校破格挑进了摔跤队，最好的成绩是长春市青少年比赛第二名。我最自信的就是我的身材。现在的我是一名工�厂操作工，每个月的工资在3000多，还有五险一金。平时下班后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打台球。台球打得好坏，直接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商高低。除了以上这些优点，跟我牵手的话，我还会做你的私人厨师。我有很多做菜好吃的秘诀，比如西红柿炖牛肉这道菜，好吃的秘诀就在于西红柿必须得扒皮，想吃吗？来，8号晴晴。哎，小伙你好。你好。短片中我看你那个打拳击挺帅的，我挺喜欢的。哦，我不是练拳击的，我是练摔跤的。对，摔跤，对。太紧张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就喜欢了，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了，反正就是喜欢。都挺喜欢的。啊。挺帅的。然后身材也非常好，能现场表演那个表演一下吗？特别喜欢，没看过。那短片里那个肌肉蹦，那是怎么能实现的呢？也不用，就是那个青青，他刚才动得怎么样？是不是过瘾了？挺帅的。然后我想看他现场能摔跤吗？不是，关键是我没带伴儿啊，我也不能摔别人啊，是不是？二哥，我没有对手，不太好。不是，你听听，这些观众，关键时刻啊，其实摔谁不重要，把摔的那个人扔出去，展示小我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觉得呢，小伙子？我听燕子姐的，燕子姐说咋地就咋地。老王，我听你的，你说让谁上来跟他摔，我们就让他谁上来跟他摔。那不用说了，老王这么民主，我听观众的，大家一起呼喊。小二，快上来，大家都呼喊你的名字呢。二哥好。我不知道吉林省这么多人就看不上我，这么恨。但是吧，我得跟大家透露个底，就是我是后期学的舞，那个我青少年时候最差的成绩是全省第一摔跤，那个，所以呢，小伙子，
怕了吧？二哥，我都突突了。那个，你们都想看我俩摔跤啊？想。整吧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行啊，小二。里面还有啥？真是，来，你们俩可以了啊！我给你们来倒地方，来，观众掌声，掌声！我给你们来倒地方，来，观众掌声，掌声！失礼了，二哥。哎呀，难道小二都瘦成这样了吗？哎，咋样，小二？我现在得马上打氧气了。长这么大，瞬间把我举起来，而且他们事先还说把我甩出去，你知不知道？谁说的？这是谁说的？把你甩出去这事儿。啊，那人那个坏呀！就是，我当时被他举起来这一瞬间，我就害怕这小伙真把我甩出去。真的，上次就有个小伙抱我，就从中间给我撇到女嘉宾这块儿。还好你没像他们说那么坏，这小伙不错。啊，对。最后了，他放我一马，很善良啊。好好好好，啊，那个。橘子那，啊，得补补，得大补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借我用一下行吗？我给你擦，我给你擦。谢谢二哥。哎呀，这家这兄弟情感呢。